大家先压好。王奶爸，哎呀，我的宝宝，新年快乐，乖乖，新年快乐，早上九点钟啊，哎呀，看到我们来了，哎，姨今天拿的云台不行，耽误时间了，乖乖啊，哎呀，我乖乖心疼我了，哎呀，今天跑第四名，啊，想跑第一的，云台不给力。这个是卧龙他们每天送过来的笋，那个是窝头，笋多新鲜，哇，这笋太漂亮了，这叫什么笋？这个叫雷竹笋。雷竹笋是不是比冬笋还要好吃，好贵一些？哇，真的是耶，谢谢你们哈，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应该是哦，那个大桶的是窝窝头，泰山宝贝，新年快乐，乖乖哈，平安健康，长命百岁，乖乖哈。因为看不到妈妈美香和天天，然后你就代表了全家哈，因为你是全家的长子，乖乖慢点哈。慢慢喝，泰山的水是奶爸刚刚换的，很清澈。这是流动的，看泰山的那个水池旁边还有还种的小花，啊，漂亮吧？泰山，呀，泰山宝宝，啊，要上去吃竹子了。我们给大家拍一个正脸哈。看看泰山上不上架子，泰山上架子了，我去给大家拍个正脸。泰山努力干饭。宝宝宝莉，新年快乐，乖乖哈，新年快乐，宝宝要好好的哈。宝莉乖乖，宝莉是一个暖男，是一个小暖男，是一个小皮夹克，是妈妈的皮夹克。宝宝现在和宝莉同步吃笋，不是同步吃竹子。
七，还是谁姓赵？有水，方便，有水哦。乖乖，牙棒棒的。哎呀，乖乖，这里啊。上去吃，上面还有笋。再找。前面一点点。哎，找到了一个。
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再拉一个，宝宝，再拉一个。我们每一次都是拉三个。哎，对。三个。拉多一点，宝宝。呀，我们就是三个的量。OK， 小尾巴一收。OK。我们就是三个粑粑的量哈。奶爸走了。奶爸去车里了。嗯，开车走了。他就走了。哎，看看到了。小七七记仇了。不是记仇。是奶爸气。对，谁让你才来的？是吧？他奶爸叫他回去了，他不愿意回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不上去吃，那是没意思。他在这儿找呢。两个，再拉一个，两个新鲜的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本是三个的量。应该是要小尾巴的菜出来，三个，你看在那多少？三个 ，OK， 小尾巴一收，收宝贝，哎，对，小尾巴的菜还有吗？小尾巴还在翘着。哎，三个，对，我们就是三个的量。